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王爷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，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当然要凶啊，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那你那么凶的人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你不想嫁人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本王还记得第二次你见本王的时候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说话就来找本王。甘宁一个侍郎竟然敢设局构陷皇子，太子你可知？皇上息怒，此案若不是因为太子殿下，恐怕不会这么快真相大白。尹将军请起。谢皇上。西燕探子一事没出乱子，微臣为君分忧，责无旁贷。好，此事尽快结案。